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继续，接着上一次的，学习呢，结束的地方，再继续学习。上次我们讲完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四，铲除业障，啊，忏悔业障。我们今天呢，接着讲呢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当中的第五，叫随喜功德。随喜功德是第五条。这个我先把三藏法术当中的第五随喜功德的这一段解释呢，先念一遍。五随喜功德。为佛从初发心，不惜生命，舍头目髓脑，修诸苦行，以致成道灭度，所有功德，乃至六取四生，声闻辟支佛，一切菩萨等种种所有诸善功德，我觉随顺欢喜，故云随喜功德。六趣者，天趣、人趣、修罗趣、恶鬼趣、畜生趣、地狱趣也。四生者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也。那么这一条讲的是随喜功德。随喜功德呢，它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呢要求我们呢，是随喜呢佛的功德；第二部分呢，是要求我们随喜呢九法界的功德，啊，就从六取四生辟支佛、声闻辟支佛、一切菩萨等，你看六加三，这不正好九界嘛，哈。所以呢，他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我们首先随喜佛的功德，不是说只随喜佛的功德，别的九界众生的功德就不随喜，啊，不是这意思，就十法界众生的功德，我们都要随喜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提出一个概念，就是为，他说什么叫随喜功德呢？讲的就是。为就是讲的就是说，佛从初发心，啊，不惜生命，舍头目髓脑，修诸苦行，以致成道灭度，所有功德，啊，这是截止到这儿，以前讲的都是佛的功德。什么时候我们说称之为你为佛呢？啊，他说从初发心开始，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佛了。那么初发心就是刚开始发的那个心，那么一个人要成佛啊，要发哪几种心呢？既然有初，它就有后，对吧？那么刚开始的初发心是什么发心？发的是什么心？刚开始啊，我们看起心论讲，一个人呢，发心成佛，修行成佛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之所以不是佛，我们有两种烦恼，一种呢叫见烦恼，一种呢叫思烦恼。见烦恼呢，就是观点上的错误，认知上的错误，认识上的错误。那么这个见烦恼当中，佛门叫做历史。就是它很锋利啊，就像刀子一样。
那么思烦恼呢叫钝时，很就像刀子一样很钝。那么这个立时啊，这个见烦恼你是怎么来的呢？或受邪教，学习邪教，或者有邪师啊教育你。哎，你树立的这种观点，这种观点不正确，叫做见烦恼。见烦恼呢，掌握的快，你上完一堂课你就可能认知了。但是呢，它去的也快，所以它立，它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啊，所以见烦恼呢容易断。你学完习了，你知道抽烟不好，哎，上完这堂课你就知道啊，抽烟不好，就去掉了，就转变过来了。那么，见烦恼当中，我们作为凡夫，见烦恼呢，又分见思烦恼，啊，又分成两类，一类呢叫做界内，就是六道内的见思烦恼；一种呢是界外的见思烦恼。你看哈，界内有观点上的错误，有思想上的错误；界外呢有观点上的错误，也有思想上的错误。所以，见烦恼跟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分成界内、界外。那么，作为界内的见烦恼和界外的见烦恼，我们先谈见烦恼。界内的见烦恼有一个执，就是我执，执着有一个我，就是人我见，有人的这个观点，有人的这个观点。我们说有情啊，或者说。那么，其实我们任何一个友情都是五种东西因缘和合而一起形成了我们。这五种东西呢，我们称之为五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五蕴呢，因缘聚合的时候呢，因缘具备了，它就合成一个我；因缘散掉了，这个五蕴就解开了，这我就没了。五蕴还有吗？五蕴还有，啊，但五蕴和合的这东西没了。啊，就等于原来我们是五种东西凑合在一起叫做人，五种东西凑合在一起叫做蟑螂啊，它是叫有情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但是这个机缘一尽了，这一期的业报受尽了，这五种东西就解散了。五种东西解散了，那么这个人就不在了，或者说这个蟑螂就死了，啊，就结束了。那么我们认为真有蟑螂，我们认为真有人，这是人我见。啊，任何一个友情都有一个主体，真有蟑螂，真有人，其实是错的。它是五种东西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灭而散。这是界内的见烦恼，执着有一个人的我。我们是人嘛，啊，我们就执着有个人的我。那猪呢，它就执着有一个猪我见。牛呢，有个牛我见啊，这友情，这是界内的见烦恼。正是因为这个见烦恼。啊，因为你有我见，对不对？有我见呢，你就会有我慢、我爱，啊，你就会爱我。因为爱我呢，你就会爱我所有的。那么，因为爱我和我所有的，顺之呢则贪，逆之则嗔。顺了我就高兴，逆了我就嗔恨。所以，任何贪嗔呢是思烦恼。所以，思烦恼从哪儿来呢？是从见烦恼那儿产生的。啊，因为你认为有个我，你执着有我以后，我就有我爱、我慢、我恨。那么因为爱我呢，你就记我所，你就想，哎呀，这是我所有的。不仅爱了我，还得爱我所有的。爱我和我所有的以后呢，哎，顺了呢，哎，我就特高兴，我就贪爱；逆了呢，我就特别的这个不高兴。所以。顺之则贪，逆之则嗔，啊，就写了贪嗔痴慢。所以我们说，界内的见烦恼是人我见，首先要破除人我见。破除人我见之后呢，还有什么见烦恼呢？我们说五见，人我见是第一个啊，或者叫身见，或者叫人我见。人我见破除之后，随之人我见产生，还有四种随人我见的观点上的错误。第一叫边见，啊，比如说断肠，人认为人死了就没了，啊，这是断见；认为人死了以后还是人，这是肠见，
长久不变的意思，啊，这叫边见，在人产生之后边产生的见叫边见，后边的见解，没有人就没有他，对不对？有了人，那后边就还有什么见啊？边见。啊，还有说呢，是两边的意思，要不然落在长这边，要不然落在断这边，反正都是这意思。没有人我见就没有边见，所以人我见一旦去除了，边见就不存在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因为人都没有了，哪有什么断和长啊？我们讲的形容就是人生了以后，人死了以后是什么呀？没有了，那叫断见；有叫长见。现在人都不存在。那么断肠就自然不存在，所以首先要把人我见去掉。所以起心论里边专门讲了五种情况的人我见，啊，我们在这里不做详细的叙述，因为时间来不及。那么人我见去除掉之后，人我见去除掉之后，下面见烦恼完了以后，就该修思烦恼了。啊，所以佛门思烦恼不好修，它钝，哎，它不像见烦恼那样，你观点上学习，通过老师一讲，看书，你马上就能转变过来。思烦恼不是那么容易，我是道理明白，我真的在生活当中落实不了。啊，所以在见烦恼之后，断掉了，观点正确了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修，修什么呢？去掉思烦恼，一点一点的断。所以时间特别长，断起来非常的不容易，钝啊钝。那么断见思烦恼的思烦恼，我们叫做修行啊。所以佛门当中，在修行当中分成两道，一个叫见道，一个叫修道。见道就是为了破见烦恼，修道就是为了破思烦恼，叫二道。那么这个修道，就是我们说起心论叫分别修行正道相者。哎，那么到底有几种修道呢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看，我们说起码你有一个修，要把界内的思烦恼修掉，同时你还得把界外的思烦恼修掉。啊，那么它就是分别，就是我们分析一下有几种修道、修行正道相者啊。那么一共有四种：信、解、行、正，四种。那么你在修这个四道的过程当中，信、解、行、正这修道位这四个阶位的时候，你存在三次发心。你的修道，你的信修完了，信成就发心，信成就信实信，从初信到实信修完了，你发心进入到解行位，信解行正嘛，进入到解行位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称之为佛。信成就发心，光信成就还不行，你还得发了心，这一发心你就入正定居，永远不退了。佛的种性相应，你有了佛种了，圣因相应。那么信成就发心，在原教当中啊，就是初住啊。但是信成就发心，从原教来讲，这一发心，初发心时即成正觉，就是佛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除了原教之外，还有一个渐教，啊，慢慢来。渐教当中也有发心这个阶段，但是渐教的发心，那个发心不是佛，不是法身大士，是什么呢？刚刚断了界内的见烦恼，界内的思烦恼还没断，叫初信位菩萨。初信位菩萨渐教只断了界内的见惑，见的观点上错误，但是思惑还没断。什么时候断？到了七信，他才把思惑断掉。啊，所以见教的初发心
跟就是实教的出发心、原教的出发心、跟建教的出发心和全教的出发心不是一个概念，虽然词是一个。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就是为佛从出发心，这个出发心可是原教的，发了心就成佛了，就是我们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初住位，从信位进入到初住，这一发心破一品无名，证一份法身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可以说法身大士就是分证即佛，他确确实实证得了佛，证得了真如，只是他的智慧没那么圆满，但是他所证的真如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真如是不能分割。你说佛证的真如跟我如果真证这一分真如，真如不能分一分两分，你要证你就全证，你要不证你一点都没证。所以初住位的菩萨他证了这一证的真如，从真如这一方面来讲，他跟佛的真如所证的一点差别没有。但是证真如的这个如如智跟佛的智差多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就是初一的月亮是一牙啊，初十五的月亮是圆满的，那从你证的这个一牙月亮和圆满的月亮，从月亮角度来讲都是一个月亮，但是从这个光可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初一的月亮只有一牙，而十五的月亮是圆满的，所以佛的智慧真的比初住要大很多，叫等正觉，叫正辩知啊。那么初住位的菩萨他那个智从智方面来讲他比如来要差，但是从他所证的真如来讲那么没差别。从没差别当中我们叫做都叫佛，从有差别来讲我们有阶位啊，初住、初行、持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啊。所以这么我们说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不是从真如这一边说的，从他证得法身这边来讲，法身没有分际，就没有界限，说这一部分法身你证得50%的法身，你证得60%的法身，没有，要证就证了啊，这要证就证了，要不证就是没有，是吧？那么所以佛从初发心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教初住，从这儿开始我们就要随喜他的功德，我们看看他的功德，成佛以后他有什么功德，就叫讲这一段。那我们怎么随喜啊？我们不知道你当佛最后，对吧，从你初发心一直到圆满成就佛了，你这一段你都干些什么呀？我们随喜你，这不我们得弄清楚，对吧？那么佛的功德呢，那么他就说了不惜生命，这佛啊，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佛在果地上的这种功德叫做不惜生命，以身饲虎，割肉喂鹰啊，这个这种啊苦行，法身大士可以修苦行，比如说刺血写经，把血拉出来写经，那弘一大师就曾经拿血写经，印光大师就不同意，他说在凡夫地不能以法身菩萨的苦行来作为修行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夫，身安则道隆，你这样下去的话会把身体毁坏，你的道业就修不成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要一心念佛就行啊，道成了自然苦行就不是问题，你道不成苦行就是问题啊。所以不惜生命，舍怎么叫不惜生命啊？他都干些什么呀？你说他不惜生命，舍头，脑袋切下来，你要脑袋吗？切给你。舍目，你说我要你的眼睛，挖下来给你啊。舍髓，髓呀，骨髓啊。舍脑髓脑，这就是举几个例子，就这么样的苦行佛就干这个。
那么以至成道灭度，所有功德我们都要随喜。那么这里边讲苦行这个概念，我们经常说苦行苦行，我们在这儿强调，我们在这儿把苦行的概念澄清一下。什么叫苦行呢？苦行常曰，经常说到苦行的时候，实际上完整的说叫难行苦行，不容易做啊，这种苦行太难做了，难行的苦行。为说的是敢为身所难堪之诸苦行，敢为身所难堪之诸种行，敢于做，这个为是做，敢为身所难堪，身体所难忍耐的，堪是忍耐，身体所不能忍耐，难以忍耐的众多的修行，是吧？诸种行。又是艰难之行法也，非常艰难的行法。专以苦行为出离解脱之道，本属外道。原来这是外道的事儿，他以苦行的修行，想离开、解脱，想获得解脱。但佛教行者于正法之下，亦须修习种种之难行苦行也。那么苦行原来是外道，外道的苦行跟佛道的苦行有什么区别？外道的苦行跟佛道的苦行，佛道的苦行教育，在佛道叫正法，啊，正法之下的苦行跟外道的苦行有什么区别吗？外道的苦行，关键的问题，他认为有人我，我要修苦行，我要到哪儿去活着，我要吃什么戒，我要得什么样解脱，他没放下我。尽管他修苦行，他是在有我的前提下修苦行，而佛教的苦行也有，也修，从事儿上来讲没妨碍，啊，也修苦行，但是佛教的苦行在正法之下，是要破除我见。你比如燃指，指头烧了，这破除我见，根本就不是我。你有我，它怎么能烧了呢？啊，所以，那么苦行从事儿上来讲，可能有些是一样的，但是从出发点来讲，它修行的目的来讲，佛教的苦行是要破我见，而外道的苦行是要在我见的基础上，希望我能过得更好，我能得解脱。哎，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啊，词典上的解释：苦行即断除肉体欲望、堪忍诸种难忍之苦行，主要指印度诸外道为求生天而行诸苦行啊。外道为了求生天，那还是有我呀，我要升到天上去啊。那么而修的苦行，佛教之苦行称为头陀，梵文啊，佛教也有苦行，我们说头陀啊，头陀苦行。那么依北本大般涅盘经载，大盘经卷16载，诸外道之苦行有什么样的苦行呢？外道自恶法，恶投冤复火，投向深渊，或者是扑向火海，自坠高岩，从岩石上坠下来，啊，长翘一脚，捂热灼身，就全是苦行了，啊，常卧于灰土，金刺，那个荆棘上有刺，躺在上面。边缘树叶、恶草、牛粪等之上，呵呵，睡在牛粪上，啊，
这个大家不必太认真了，我给大家念一念，就是外道的苦行是怎么个苦法，是吧？又有受持牛戒、狗鸡除戒、以灰涂身、长发为相等诸多苦行法。而现今印度教徒又有修此类惨痛之苦行以期升天者，今天的印度教还有修这种苦行，他的目的是要升到天上。啊，世尊释迦牟尼佛曾经修过苦行，在正道之前，但大家都知道哈，世尊修苦行六年，日食一麻一麦，麻就芝麻，麦就是粮食。一麻一麦，老法师解释呢，不是说只吃一粒芝麻，不是，是说只吃一个麦粒儿，是饭量很少，很简单。啊，那么终乃觉悟，苦行非圣道，最后觉悟了，苦行不是圣道。啊，纵受天报，仍在轮回。尽管你可以升到天上，但是你还是要受轮回，没有了脱生死，未得解脱，故断然终止苦行，非常坚决的就断了苦行了。但大家记得是吧？到了恒河边，一个牧羊女供给他奶，羊奶煮的米，他喝下去之后，体力恢复了，在菩提树下啊，那个正道了是吧？咱们都知道这故事，都故断然终止苦行。然佛本生经及诸经论所载之种种勤苦修行，或施舍国城妻子，我是国王，城市国城给你舍给你了，或者你想要我的妻子，把妻子也舍给你了，啊，或绝眼与人，把眼拿出来给别人，或割肉喂鹰，啊，或投身饲虎，啊，虎饿了，啊，他把自己喂虎了，啊，或截头手，头切下来，或捐髓脑等，捐髓脑就是相当于咱们今天得白血病的换骨髓呗，像类似这样。但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捐髓脑，啊，现在反正是抽出来打到病人身体里边，得白血病、血癌。所谓六波罗蜜之行，乃属菩萨利他大悲之圣行，自不同于外道无益之苦行。外道的苦行是没有意义的，啊，不是，是得不到利益的，啊，至后世佛教中之布施、慈悲等，以佛道为目的之难行、荒行，均成苦行，为了成佛道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佛是门中不舍一法，啊，这苦行是外道他拿过来他修，啊，在正法之下，啊。就是为了修成佛道也可以，啊，所以你看佛的这种包容性啊，他佛来到印度，对吧？印度当时有印度教，他们盛行苦行，他把这些东西拿来，是不是你就容易接受啊？因为那时候在印度很普遍修这个，那我拿它也修，我拿它来修，你是不是就容易接近？啊，如果他新来一套，你根本不接受，我就用你的东西，啊。你看，我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，藏传佛教，那么他们没来到藏地之前，他们也有当地的教，本土教，本土教当中有很多什么这个他们的神呐、啊，他们的名字啊，佛教都给他利用起来，啊，利用起来，然后把观音菩萨呀、啊、大势至菩萨都用他们的名字来，就不叫大势至了，就不叫观音了，哎。那么用他们藏地当地本地的教来把佛教的这些东西给换下来，你就接受了，是不是？你像，美国有国务卿，啊，你说到中国来，什么叫国务卿啊？咱中国根本就没这个官衔。你说国务卿，大家觉得什么叫国务卿？实际上，国务卿在咱们来看，那就相当于外交部长。美国国务卿。啊，如果说，我们到了美国，我们说把国务卿改成外交部长，那美国人干嘛？别扭啊！我们都好几百年就叫国务卿，对不对？你这突然你给我们改成外交部长，
哎，他就不习惯。那行了，我们到你这儿来了，我们就用你的名字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换了，那你不是听起来特亲切吗？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做生意，经常有这个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，就是这两国政府的名字呀，就经常就对不上，就级别这职务也对不上，啊。所以呢，就是造成很大的混淆，到底是正部级干部啊，还是副部级干部啊？到底是局级干部啊？你看，东京都知事，对吧？就相当于北京市市长，知事，啊，就是市长的意思，这是日本的名字。那我想，如果说我们到日本去，我们管人叫东京市市长，人就不知道怎么意思了，别扭，啊，所以就这意思。所以我们讲佛修苦行，但是苦行你看是首先是法身大事，出发心后修的，啊，出发心后修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看在《文钞精华录》当中，啊，这个印光大师给弘一大师写了一封回信，就讲这个苦行，他老人家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刺血写经一事，刺血，把血刺出来写经，且做缓图。你先放放，先别干，缓缓。啊，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，应当先凭着以一心念佛，把什么当成最重要的？不把苦行当成最重要，把一心念佛当成最重要的。”应当以一心念佛为要，重要。恐血耗神衰，我怕呀，血消耗了，神呢，精神呢就衰竭了，啊，反为障碍，你反而障碍了你自己。啊，身安而后道路，身体安了，健康了，是吧？身体健康。而道路，而后道路，你才能够靠这个身体来把你的道业，龙呢就是大兴旺啊，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。道路在凡夫地，就是讲我们啊，在凡夫地不得不应不能以法身大事之苦行，靠用法身大事的苦行是则是效，来效法他们，来当成我们的榜样。哎，是则是效。哎，他们这种苦行的法则，我们来效法是不对的。啊，但得一心，法法原备矣。你只要获得一心了，其实苦行这一法已经就具备了。何必要修苦行呢？你只要得到一心之后，对吧？所谓成一心之后，你就成佛了。那你这种苦行，那就全有了。所以你看这里边这个道理很深呢，啊，我们老是落在事项上，要不要苦行，要不要这，要不要好好念佛，念得一心，法法原备，什么法？什么事出世间所有的法都具备了。你想当商，你想当做商人，商人这一法有了，啊，你想成佛，佛这一法有了，你想教化众生，众生这法你有了。法法原为，所以印光大师在他《文钞精华录》当中说：“一心念佛这个法门，就像水银堕地，颗颗皆圆。”啊，水银堕到地下，散开很多小的水银珠子，每一颗珠子都是圆满的，圆备。啊，就讲的是这个，所以老人家不提倡苦行，啊，在这儿我们要遵从老人家的开示，啊。遵从老人家开始。那么这里边有第二概念，就是以致成道灭度所有功德。那么什么叫灭度啊？灭度啊，这个灭度又叫做入灭涅槃啊。修道的圣者形体灭尽，形体没了，入于不生死的解脱境界，叫做灭度啊。灭度者，灭生死之因果，
度生死之瀑流，三界之烦恼能漂流善品，故名瀑流。啊，灭度者，灭生死之因果，度生死之瀑流也，是是灭即度也，一灭了你就度过去了。所以灭度是两个概念，灭烦恼度到彼岸叫灭度。那么从灭度这个概念当中呢，又引申出来一个生死。生死，生死呢，一共佛门当中讲两种生死，一个叫分段生死，一个叫变异生死。只要是生死都苦，分段生死苦，变异生死也苦啊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九法界，九法界就是生死界，不过是六道众生分段生死啊。外边三界声闻缘觉菩萨是变异生死，所以我们要把两种生死的不同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。第一个啊，这还是从三藏法术里边查出来的，第一个叫分段生死。分就是分线，段就是形段。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段啊，你是一米八，我是一米五啊，你胖我瘦，你高我矮啊，有段有形段。分呢就是分线，嗯，七十年讲的是时间啊，你活20年啊，这个分线。为讲的是六道众生随其业力所感果报，六道众生随着我们业力，我们有果报吧，有业就得有受果报，这种果报啊叫分段生死。那么身则有长有短啊，有高有矮。命呢则有夭有寿，有夭，寿就寿命长，夭就寿命短。而劫流转生死，没有一个人不在生死界在这流转的，故名分段生死。啊，你看这个分就讲了时间长短，有寿有夭，有寿命长有寿命短。段呢有高有矮，叫分段生死。时间上是有长短的，身形上是有大高矮的啊，身形谓之为段，长短呢夭和寿呢谓之为分，叫分段生死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时间的，我们的身形是有空间的啊。那么这叫分段生死。六道者不说了，大家都知道了哈，天道、人道、修罗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都是这样分段。第二呢叫变异生死啊。变异生死呢，因移果异，因移动了，那么果呢也就变了啊。那么他就解释了，名为变异，那么就没有分了，就没有时间的长短了啊，没有断，没有身形的高矮了，但是呢还有生死。那这种生死是怎么回事？因变了果就变了啊，因变了就果变了。我们看，你比如说你初住位的因变了，形成了二住的因，你就变成二住的果，果位提升了。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啊，也没有呢分，也没有断，也没有形断。你不能知道你这初住菩萨长什么样，是高是矮啊，就没有啊。那么名为变异，为声闻缘觉菩萨虽离三界内分段生死，虽然离开了三界内的分段生死，就是讲分段生死一定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分段，离开了三界内的分段生死，而有方便等土变异生死。他生活在方便土啊，这个十宝庄严土啊等等啊，他还有这变异生死，如初位为因，后位为果。实信位，初信为因，后位为果，啊，初信完了，咱就变成二信，二信完了，咱就变成三信，这不老变吗？对不对？那等初位的菩萨，初信位的菩萨灭了，二信位的菩萨升了，啊，因变了，
果就变了，啊，后又后味为因，后后味为果，你看啊，初味为因，后味为果，又后味为因，你看初信味的菩萨是因，得到二信味的菩萨，二信味的菩萨是因，得到三信味的菩萨，就这意思。啊，所以初味为因，后味为果，又后味为因，然后后后味为果，就这么重叠下去，以其因以果异，故名变异生死，就这意思。啊，变异生死，所以也是苦。那么，我们在这就要讲这个，所以他说要入灭，啊，从。度生死之瀑流。那么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叫界内，有了界内又有界外。那么，这个界内界外是怎么产生的？对吧？我们说，我们这每一个众生都有一颗心，这个心呢？它有，就这一颗心哈，它有两种现象，一个呢叫它的它真如现象，一个呢叫做它的生灭现象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说这一颗这一湖水是不是也有两种特性？一个是它的湿性，湿的，它还有一个性叫做动性。水能动，没有这个湿性的水，有这个动吗？没有。这个动的水能改变水的湿性吗？改变不了。但是俩人真得合在一起，只要水它就湿，只要水它就动，分得开吗？不相舍离。那么有水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有动性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只要有水就有动嘛，谁能说这个水我命令你不动，我能找到一个不动的水？找不到。那么这个水含有的动性就是我们说的无明的种子。水含有动性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有无明的种子一样，种子没起现行，水是静的，这种子一旦起了现行，我们就产生了什么呢？我们的意识八种识。那么水呢，它有动性，你不招它，这个动性就埋在水里边，成为动性的种子。一旦有风，这个动性的种子就现形了，就活跃起来了，就变成真的动了，它不再处在种子状态，这时候就产生了水波。我们的心也一样，心它有真如性，同时我们的心还有无明性。这无明性在种子状态下的时候不起现行，心是平静的。一旦有无明风一吹，这个心就产生了识浪，意识的波浪。那么这个意识的波浪可就有生有灭了。您看风来了我就起，风灭了我就平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它没有生灭吧？就和水一样啊，你风一停了我水就平静了，你风一来我就起灭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和水一样，有生灭，就是我们说的变异和分段生死，很苦啊，对吧？分段生死苦，变异生死苦，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，这股风吹动了我们的心水。心水里边的无明种子起了现行，造成了生灭现象。如果风无明风一停，这个生灭现象就不存在了。风平浪静，风平浪静，水还在。那个时候水叫什么？法身，叫佛，叫真如，叫实相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生死界。那我就要问大家，生活在生死界就要相当于这个这湖水起了波浪，
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波浪的形成，或者我们生死界的形成，是不是必须得有两种东西掺和在一起才能造成？第一，如果水起波浪，必须得有水，得有湿，同时它还得有动。湿叫做不生灭，从来不灭，对不对？你动也罢，你不动也罢，我湿性是不变的，叫不生不灭。但是不生不灭跟生灭是不是合在一起，才形成了水的波浪？对不对？你没有波浪，你怎么叫？你没有动，你怎么形成波浪啊？那么动就是生死。那么你没有这个不生不死的水，你怎么能形成波浪？所以不生不灭的水跟起起灭灭的这个波合在一起，还是一心啊，圆融的啊。所以这个心有真如性，也有生灭性。那么正是因为它有真如性，我们才要修啊。它没有真如性，咱修什么？就在生死界，就这样动着呗。那么正是因为动，这个心有动性，我们才发现了这颗心。我们发现这颗心的时候，我们是处在动的状态，但是动没有一个不动的东西，它是动不起来的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动，我们找到了一个不动，它的基础是个不动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要通过这个动的现象，我们找到动背后的本质，它不动，我们从而从动走进不动。我们舍掉动，我们恢复它不动的本性，这就是我们的修学。当这颗心动的时候，我们叫做不觉，或者叫做众生。当这个众生和不觉，但是它完全是因为有一个不动的东西，才产生了这个不觉和众生。所以我们碰到了不觉，碰到了众生，很恭喜你，你里边的核心是一个不动的东西。问题是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不觉让它平息下来，把这个动让它别动，它就恢复到它原来的觉了。有觉才有不觉，不觉是依靠觉来的，就这意思。那么我们发现，我们怎么发现水？我们发现，我们通过动来发现水。哦，一看这动了，产生水的样子。我们让它水一不动，就还原到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颗心有无漏的真如性，有漏的无明性，就像水有湿性、有动性一样。动性很麻烦。啊，动性造成了生死。那么这个生死就两种，一种叫分段，一种叫变异。那么我们这颗心有动性，它这一动，是吧？动得太厉害了，是吧？就起大风大浪，大波大浪。那么就出现人我了，三界就出来了。那什么是三界的因呢？这颗心能产生三界，那我们就要问，什么是产生三界的因？我把这个因一灭掉，我不是三界就没了吗？界内的见思烦恼是产生界内，是产生三界的原因。所以界内的见思烦恼去除了，三界就不存在了，六道就没了。那么我们说叫见思烦恼。界外呢，没有成佛的三圣法界叫做尘沙烦恼。尘沙是因，三圣界是果。界内见思是因，六道是果。所以界内的见思一旦灭掉了，六道就不存在了。界外的这个尘沙惑一灭掉了，声闻缘觉菩萨就不在了。所以尘沙是因，菩萨缘觉声闻是果。见思，界内见思是因，六道是果。你看，所以因果规律，说为什么佛讲因果就是这样啊？哪来的六道啊？是因为有界内见思。哪来的三圣法界？是因为有界外尘沙。
你看，不是说三祸吗？无名祸、尘沙祸、见思祸。那见思祸一起，六道出现了；尘沙祸一起，三圣法界出现了；无名一起呢，十法界就来了。大家要注意，无名这一起，十法界可包括佛法界。所以能成佛得感谢无名啊！你是通过无名才发现无名背后的这个佛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没有这无名风吹，你根本发现不了水。你发现了水，你就成佛。你没有无名，你根本发现不了你有心。有了这个心，我就把无名一灭掉，无名灭了，是吧？无名可灭，但是无名背后的这个心不能灭。所以无名因一起，十法界就起。这十法界当中可包括佛法界。那大家说，那怎么佛是无名产生的呀？无名是烦恼啊，对不对？它产生九界，我能理解。佛也是无名产生，冰产生水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冰不好啊，这不好，你只要把它化了就是水。无名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无名只要一名了就是佛。所以佛从哪儿来啊？从无名来。无名就相当于冻上的水成了冰，佛就相当于把这冰化成的水。你说这水从哪儿来的吧？一水。你无名的心一明了，就变成真如心。你把无名心一扔了，真如心也就找不到了。你把冰一扔了，水到哪儿找去？是吧？都在零下这个温度上，你把所有的冰都扔了，你哪有一个零下的水啊？没了。零下全是冰。啊，所以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无名只要一觉，当下这个无名就是佛。舍了无名，你也找不到佛。就大洞之时，舍冰无水可觅，你根本找不到水。所以你看，我是佛哪来的？无名产生的。无名为什么？无名也是真如不变随缘，全体真如变成了你这颗无名心。那么你这颗无名心随缘不变，就是一颗真如心。你只要觉悟了，你这颗无名心当体就是你，就成了佛。你这个只要一迷，这个佛立刻就变成无名一心啊。所以有真如，有生命啊。我们讲到这儿的意思就是说，讲到佛的随喜功德，经常提到灭度啊、生死啊、生灭啊跟真如这个关系，就是这层关系。那么出发心是佛是这样做的，我们要随喜他的功德啊，随喜。那么下边呢，除了佛的这些功德我们要随喜之外，乃至甚至啊，就往下看，甚至以至，你不能光随喜佛的功德啊，六道六趣四生这些众生都有功德呀。你比他就举例子了，声闻辟支佛，这是两个，一切菩萨三个啊，六趣四生四个，六个，这是九法界，四生四种生命产生的形式啊，就是说所谓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胎生啊、卵生啊、湿生。什么叫湿生啊？因湿气而产生的生命现象啊，就是如蚊子呀、蛇呀，都是湿生。化生呢，为依托无所，它不是从一个地方产生的啊，忽然而生者啊。你像我们说天人就是化生，地狱也是化生。这个劫出之人，这一劫当中，人刚开始的人都是化生到这世界，无所生，依托无所而生啊，不是从一个固定你能说出来的地方来的，叫化生。那么这九界众生六加三，这四种生的方式
的众生，你种种所有诸善功德，我皆随顺欢喜。那么这六曲啊，这九法界众生，三圣六凡，他们有善功德，我们都要随喜。那这个善为什么说，从你看，我们注意看啊，为佛从出发心，他没说所有诸善功德，他没加善。佛到了佛果地，无功用道，他那个功德不能用我们世间的善和不善来形容，他是第一义，第一义就是一个义，没有善和不善啊，叫真谛啊，佛是第一义谛，你就称之为功德就行了啊。在那个地方你不能用我们世间的评判说，哎呦，这个是善功德，佛哪有不善的功德，佛哪有什么善功德，他就是一个德，一个功德，唯一一性，什么性？圆成实性打造出来的。那就和你现在倒了电，电哪有什么善和不善啊，对不对？电的作用有善和不善，电本身哪有善和不善啊？你说电死人了，那是它作用出问题了，对吧？你深入到电里边，它哪有什么善和不善，就是一性，电性。那么佛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六曲四声就有诸善功德，一说到这儿我们就要警觉，种种就是很多了，所有就是所，你就别落了，但凡有一点点小功德都要随喜，大小都要随喜，千万不要忽视小善，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善小而不赞，不要因为那个善行太小你就不称赞人家，就不随喜，不要那样。所以这里边告诫我们，第一，种种各种不同的啊，我原来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说，日本修房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日本都是木头房子，然后呢，在钉装修的时候，一个钉子穿把一个壁虎啊给钉住了，然后这个日本的房子15年以后腐烂了，是吧？重新装修的时候拆了这房子，突然发现一颗钉子钉在一个壁虎的身上，穿透了它，钉在对面上，所以这壁虎15年就动不了。那么动不了之后，他怎么成活呢？一看打开还活着呢，哎呦，这日本人就觉得特奇怪，你怎么活的15年了？你动都动不了，就发现一个母的壁虎，哎，给他每天送饭，嚼碎了给他。嗯，畜生，六曲啊，是六曲当中的畜生道。那这是不是善功德？你人可不一定做得到哎。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边千万不要小视其他道的众生，要说五伦八德不输人呐，不比你人差。你就说这个壁虎，这个15年如一日为这个公的壁虎保持它的生命，那这个善功德我们要不要，我皆随顺欢喜，根据你这个善行。你看这个随顺呢，特别有味道，它不是说我认为的善你得去做，你有什么善我随着你的善我赞叹啊，我学习，明白吗？你别人已经是女同志了，对吧？给妈妈当女儿，哎呀，你要是男孩就好了哈，能够出去做点生意，给妈妈买套房子，你说你这叫随喜人家吗？哎，这就不叫随喜啊。随喜的意思，他已经是父亲了，那我就跟你讲，父亲呢再父要言慈，你是父亲啊，你要慈爱孩子，再子如果你是儿子，你还有爸爸妈妈在，再子呢，哎，我随顺你子这种情况要言孝啊，对父母要孝敬。再夫呢，你是丈夫，你是男孩子，你娶了妻子了，再夫言义，你要仗义。如果妇女呢，你有了丈夫呢，再妇言顺，你看这就是随喜。佛从来没有说你说你说不到做不到的事儿。我的意思是吧，你比如说我今天已经开了餐馆了，是吧？哎呦，餐馆可不行，
餐馆这是吧，吃喝玩乐那哪行，人家不这样。哎，随顺你开餐馆，咱开素食，对不对？弘扬素食佛法，素食法。哎，餐馆里放点光盘，你说，哎，餐馆里放个电视机，放点录像，老法师讲经，你看，随顺。啊，你得了，你别开餐馆，跟我一块出家吧，这就不随顺。啊，所以是随顺是功德。随顺的前提没有自己，完全根据你的情况，啊，所以讲这个随顺呢，啊，就是啊，都要随喜这功德。刚才我们举了哈，你看畜生的壁虎都有功德，啊，所以他注意到种种，就一点都不能落，大的小的，所有只要是善的，这个善是我们。俗地的善，真地的是佛，俗地的是我们。这个善叫有漏善，有漏。什么叫有漏啊？还没有达到真地。啊，有漏的善，是用有漏文思修所造成的，还是有为的，还是有我的意思在里边。我们说，我们这颗心。有他的真如心，有他的生灭心，从生灭心里所产生的善，叫做有漏善；从真如心里边产生的叫做功德。啊，你说我们有八识心，这八识心是生灭心，啊，有阿赖耶识，有莫那识，有前六识，那前六识的第六是意识，意识它会思量，哎呀，我应该孝敬爸爸妈妈。是吧？我应该呢，搞布施，我不应该小气，我应该助人为乐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呢，帮助别人，那这都是第六识的思想。第六识本身就是产在阿赖耶识下产生的第六识，它是用识心做出来的，识本身就是烦恼，本来不应该有第六识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说波浪。它是在无明风的吹动下产生了第六识，第六识经过补度思量，我产生了善法。所以这个善法是实心所产生的，它不是真心产生的。那佛呢是没有这个八识了，啊，转八识成了四智，在真心下所产生的这个善，这叫功德，叫第一义地善。这时候所产生的善。叫俗地善，是实心所产生的善，啊，那么像这种诸善功德，我皆随顺欢喜，就要求我们不能说欢喜，要随顺欢喜。人家是什么样，顺之依之叫随顺，顺着他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你看佛要求我们做的这个不容易做到，没我的意思。嗯，你比如说，咱们同学啊，姓张，啊，有姓张的，那你就随顺姓张。哎呦，我给你讲讲啊，那个张家这颗姓，可在古代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。啊，你们张家，你看这就随顺欢喜。你就老跟人姓张的说姓李的事儿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就这意思啊，所以。啊，这叫随顺欢喜。在这里边呢，我们今天谈了几个概念。第一叫初发心，一个人要想发心成佛，在修道的，在克服思烦恼的过程当中，要发三种心，一个叫做信成就发心，第二叫解行发心，第三叫正发心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三种发心，但是。这里边所说的初发心是实信位的菩萨成就了，然后发心进入到正定句，从不定句进入到正定句，叫做初发心。初发心时即成正觉，那就是佛。所以他在这儿冠以佛字，佛从初发心一点不为过，就分正即佛。啊，是初一的月亮，初住，是月亮，啊，看到实体月了，不是月的影子，不是阁罗看见月。不是隔着罗网啊罗纱来看到月，见到实体月，啊，那么这初发心
而且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能是光随喜佛的功德，啊，六道众生的功德都要随喜，啊，都要随喜，啊，而且大小都要随喜，啊，种种都要随喜，什么功德只要是善的，都要随喜，啊，我皆随顺欢喜，就这意思，啊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今天提。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，提到了发心的概念、生死的概念、啊灭度的概念、啊苦行的概念、啊等等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澄清一个概念：苦行不是我们凡夫在凡夫地不能以法身大士苦行作为要是则是小，对不对？印光大师说，我们可不能学这个，我们干嘛？但你看这多巧妙！你只要一心念佛，诸法法法圆备，你还你干嘛要修苦行啊？身安不道，身不安道不隆，对不对？我就一心念佛，我就有了。所以你看这句佛号多伟大呀！啊，什么苦行，什么善法，什么全在里边，啊，全在里边。啊，一心念佛，啊，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说的这个这段开示哈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啊，我们很多同学啊。啊，就是说在修学佛法，在这个念佛过程当中啊，总是在念佛之外还要增加一些什么，我念不念观音咒啊，那我是不是要做什么这个什么法会啊，是不是要是吧，要参访啊，要到什么寺院去啊，是吧，要到什么是吧，啊，要到道场去啊，要到哪儿去什么开个什么法会啊，我要见什么师父啊，我要到哪儿去开光啊，不用。但得一心念佛，法法圆备，这句开示分量太重。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倡让大家要学习印光大师《文钞净化录》这四个字啊？但得一心，法法圆备，这多简单啊！如果你真信得及，你真能信了老人家，你真能依从老人家，你还会去跑道场吗？啊，你还会去拜鬼神吗？你还会去参加什么法会吗？但得一心，法法圆。一心怎么得到？除念佛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往往干了最愚蠢的事情。最有效的就是老老实实念佛，一心念佛，最后什么都是圆满，至心一处，啊，无事不办，就这意思。啊，你把你的心拴在阿弥陀佛上。啊，六十当中，二六十中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你看你是不是法法圆备？你还用在心外求法吗？其实这个道理，这八个字要展开了说，是非常深的。因为一心之外无法了，法法都是一心产生。你看起心人说，心生则法生，心灭则法灭。你什么善法恶法都是一心产生的。你只要得到一心，所有的法都是你的心产生的，干嘛要向他外边去求法呀？用不着了。啊，我们随着慢慢的学习，我会给大家呢，逐步的谈谈啊这个心和法的关系。所以你要掌握了这个，所有法的本质是你这颗心，心外无有别法，除一心之外，哪有二法可产生啊？你要明白这个。到外边求什么法？什么美金？什么官？啊，什么富贵？什么贫贱？什么生死？这些法都是一心产生的。你掌握了这个窍门，对吧？你跟他们起什么哄啊？你为什么要在这法上打转转？不用啊！你只要得了一心，你来去自如。偶益大师说：“但得一心，来去如意。”你想怎么着怎么着？我可以垂行九界。啊，佛从佛法界，我垂行下来，我可以游戏地狱，我可以到地狱里边去游戏，法法圆满。你想我到地狱去行不行？没问题，对吧？我得了一心，我能不能去地狱？能去。去地狱干什么？啊，苦而不苦啊，游戏地狱度化众生，啊，垂行九界，九法界我都可以垂下来。你让我干什么吧？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我就现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法，我就说什么法，法法圆满。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，这么殊胜的果报，这么好的境界，我们今天就是念佛就齐了。所以为什么说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道理就在此地
啊，道理是，是我们藕益大师说，得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莫过于念佛。而且是摄心念佛，不能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都不行，就是摄心念佛。所谓摄心念佛，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反闻文字性，当以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声音，反过来闻自己的声音，反过来听自己的声音，反闻文字性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对我们说的念佛的方法。啊，以反闻文字性的方法都摄六根。净念相继，你看，那就这么简单，啊！你说这法门多不可思议啊！你说他小吧，就阿弥陀佛四个字，三岁孩子都会念；你说他大吧，一心就在这种当中，啊！所以，真的哈，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幸运，能碰到念佛法门，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守住这句佛号啊！按印光大师说的，毕生坚持为佛是念。一生啊，坚持除了念佛什么都不干。毕生，毕就毕业啊，结束这一生啊，到结束这一生的时候，唯佛是念，念什么呀？只是念佛，唯佛是念，啊，就这意思。啊，所以一心圆备啊，也但得一心，法法圆备。大家记住这句话。可以抄在我们的本上，可以抄在我们的书上啊。我们每天呢，就是随着学习啊，这些你看这些珠玑妙语，啊，在印光大师的文钞里边，只要你打开，啊，开卷有益，全是这样，振聋发聩，啊，醍醐灌顶，这种警句。啊，简单明了，根本就不复杂。你说你哪个字不认识吧？但得一心，法法圆备。备就具备，圆满的具备。你说，对吧？你说你还要研究什么深经奥论呢？你还要辩言啊？你还需要什么这个寺院丛林呢？不用啦。啊，所以咱们说，唱佛之本怀啊，这个。要讲起来这个，所以我真是非常欢喜学习印光大师文钞，就情不自禁呢，啊，就觉得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，好好的看他的老人家的这个开示，你会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、信心呢，啊，老人家是这么说的，而且你看老人家这些文钞，从来不是旧虚而虚。完全是实实在在弘一大师的事儿，刺血写经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解决你这问题？然后我不应该这样做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在凡夫地，只需老实念佛，对不对？但得一心，法法圆满。他不仅给你摇头说你不应该干这事儿，我还下边还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。这是文钞最没有魅力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这些凡夫在一起，我们遇到一些问题，大家在一块讨论，同学们在一块学习，我们除了否定之外，或者我们就稀里糊涂不知道对错，或者我们就说你的不对，那什么是对呢？说不出来。啊，这文钞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指南，是我们的座右铭，是我们苦海的慈航。啊，我们会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诱惑，种种的迷惑，种种的迷茫。他都能给我们进行解释，除非你不打开，你不学，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就长话短说吧，就是这个，随喜功德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那么下面我们讲第六部分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第六，请转法轮，啊，请转法轮。嗯，那么请转法轮当中啊，这个。我们还是一块儿把它念一遍，啊，六请转法轮，为十方刹土诸佛成等正觉，我以身口意业殷勤劝请，转妙法轮，普喻法语，自他沾洽，故云请转法轮，啊，普贤菩萨十大。愿望当中第六叫请转法轮，那么我们一块儿学习。这段不长，但是呢涉及的概念挺多。第一呢，叫十方诸佛，十方刹土诸佛，
差主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差是梵文，土是华文，差土加在一起是梵汉双举，是吧？梵汉兼义，把两个把梵文和华文加在一起叫差土，意思是一个，就是土田的意思。啊，差者亦曰土田，梵汉双举云差土，即国土之意。那什么叫国土呢？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叫印光大师研习报告，我们对每一个概念尽量做到不疏忽。那么从差土引出国土，我们还要继续查什么叫国土，我们才从心里踏实。啊，佛在这里边说的这个差土指的到底是什么，不能似是而非，啊，不能囫囵吞枣，所以我们要研读。啊，我们觉得，我觉得要想学习经典，这个态度很重要，啊，不苟且，啊，绝对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这个不明白的地方，啊，似是而非的地方。那么术语，一切有情之住处，所有有情的住的地方，称之为国土。所以那就明白了，有国土才有有情，有情才有国土，没有一个国土是没有国没有有情的。啊，有秽土，有净土、秽土等之区别。所以一谈到国土，原来我也不清楚这概念，我通过学习文超我才知道，哦，说到国土不是说是有有情的才有国土。其实展开了说，国土怎么来的？国土我们说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我们给它个名字吧，啊，有阿赖耶识的这个一个有阿赖耶识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有情，是吧？我们有情都有阿赖耶识，其实有情是假名，阿赖耶识才是真实的。但是你要说阿赖耶识不好理解，不好掌握，所以我们在阿赖耶识上面说有情。那阿赖耶识呢，这个凡是识，我们前面讲过就有四分啊，正自正分、自正分、见分、相分。阿赖耶识要不然没有，要有四分同时具备，不可舍离，要不来都不来，要来这四分。前两分自证分、正自分称之为体，就是我上次说的镜子背儿、镜子面儿啊。那么见分呢，相当于光，能看；那相分呢，相当于镜中的影子。那么阿赖耶识的相分三种，叫做性境界，这是真实的啊，三种相分，一个就国土，叫气世间；一个就是根深我本；再一个一大堆种子，什么种子？就是我前面说的水的动性，在种子状态，这里边包括莫那识、第七识，包括第六意识，包括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处在种子状态，不激发则已，一激发就变成现行。所以阿赖耶识自然就有国土，自然就有色身、根身，自然就有一大堆新所有法的种子，自然就有新法的新王的种子。你看七识啊，七种识在种子状态，七识叫新王啊。那么这个新王会产生心理的作用，就是我们说的贪嗔痴慢啊、智慧啊、啊执着呀、啊那么都是心王所产生的心体所产生的心理的作用，也在种子状态，都存在阿赖耶识的种子里面，处在种子状态。那你说国土是不是跟有什么叫有情之住处？这方便说，实际上有情的阿赖耶识，咱们严格的说，有情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的相分的一部分称之为国土。所以当然是国土跟有情分不开了，当然是国土跟阿赖耶识分不开，对不对？你国土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阿赖耶识你又称之为有情，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有情的国土啊？啊，就是阿赖耶识的国土。所以一看到有情，我们就知道阿赖耶识，就完了。
那么还有无情呢？无情实际上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对吧？这五识产生五种相分，这五种相分没有五识能产生吗？那么五识不就是阿赖耶识产生的吗？那不就是有情吗？所以有情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一个阿赖耶识，一个生灭心。啊，所以在这儿我们简单的叙述一下。所以大家老说有情跟无情好像是不是一回事？是一回事。无情是有情的相分。那换句话说，无情是阿赖耶识所产生的八识的相分。你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无情跟我没关系。所以为什么《礼记》说无不敬，所有你都要恭敬。你看到的这些无情的东西，你认为不是，你认为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您老人家这八识所产生的相分，只不过有起现行和没起现行，没起现行的藏在阿赖耶里叫藏识，起了现行就变成就跟前七识联系在一起，莫那一识眼耳鼻舌身，你敢不恭敬？那都是你的识心产生的，没你这颗识心怎么会有无情呢？没有你这颗识心，怎么会有相分呢？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印光大师老说，一个人一定要慎独啊，特别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。你千万不要认为没有其他友情看我，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你心变现的，他们都是你这颗心。啊，就这，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都是一个阿赖耶。啊，大家知道这个也。知道这个道理，都是藏识藏出来的种子起了现行，啊，就这意思，啊，所以啊，一切有情之住处有秽土、净土等之区别。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净和秽怎么产生的？都是我们的识的相分。那么那你就别埋怨了，你生活在净土，生活在秽土，都是由你来定啊。你这颗心净了，它产生的相分就净；你这颗心脏了，它产生的相分就脏。所以，心净即国土净，就这道理。因为它是心的相分，啊，心的相分。那么下边一个概念啊，为十方刹土诸佛，刹土我们解释了。那么这些佛，啊，这些佛，啊，成等正觉，他们成了等正觉了。对不对？那么那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怎么办呢？我要用身口意来殷勤劝请，我用我的身磕头啊，是吧？拜呀、啊，师父祈请您老人家长久住世，对不对？这是身吧？语呢？你表达出来啊，说出来啊，意你得想啊，你得琢磨呀、啊。身口意三业全用来干嘛呢？殷勤劝请，殷勤这里边意思就是情意恳切，你别玩虚的，动真的，至诚至请，为恭为敬，就是殷勤劝请，啊，劝请，嗯，成等正觉。那我们这里边碰到了一个诸佛为十方刹土诸佛成等正觉。什么叫等正觉？我们成天挂嘴边啊，佛是叫等正觉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成等正觉术语，啊，那么满菩萨之阴行而成等正觉也。菩萨阴地的修行满了，正果了，成为什么呢？成为等正觉，这变成三个字了，成等正觉，哈，成了等正觉。那么等正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继续往下查等正觉。等正觉，梵语叫三藐三菩提。啊，我们翻译成我们的华文，意曰等正觉。那么，那等正觉是三个概念，啊，又三藐三佛陀，意曰正觉者。那么，便又翻译成我们的华文，我们管这个三藐三菩提或者三藐三佛陀，我们翻译成正觉者、辨知者。啊，如来十号之第三。如来有十个称号，这大家都知道。第三个叫做等正觉，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知道的意思。觉即知也，他知道，他了解。觉知便于一切，
你光知道不行啊，你知道局部不行，觉知便于一切，所以我们管佛这个知叫遍知，是遍也，是吧？为什么说它叫遍呢？正遍知啊，它遍于一切都知道，所以叫遍。那么觉知呢，契于理，它这个觉呢是跟理相吻合的，啊，所以称之为正。你看他解释了正，是吧？等正觉，觉就是知也，正呢就是契于理，叫正，叫正觉。那么为遍正觉之一切法也，是吧？那就这意思，咱们先不看等啊，正觉的意思就是遍正觉之一切法也。为什么叫正呢？因为它跟理契合。为什么叫觉呢？因为它知，它有知的意思。为什么叫遍呢？因为所有东西它就知道，啊，所以说我叫为遍正觉之一切法也。那么等字怎么解释啊？他说又三世诸佛之觉之平等，没有差别，故曰等。等正觉，觉，觉知的意思，正起于理，等大家都一样。同时，这个觉当中还有一个现象，辨知，就这意思。啊，所以啊，就是说如来啊成等正觉，这可不了不得了啊，成等正觉。那么这么好的人，这么有本事的人，这么有智慧的人，我以身口意业殷勤劝请。那么劝请他干嘛呀？啊，不是跟着我们这一起搞贪嗔痴慢啊，不是跟着我们一起跟流浪生死啊，我们劝请他干什么呢？啊，目的转妙法轮啊，就转妙法轮。那么妙法轮，转妙法轮啊，转妙法轮这个词与转法轮同说妙法也啊。那么为什么叫妙呢？因为他说的法轮，转法轮就是讲法，这个法太妙了，所以我们叫转妙法轮。那么我们就看，既然说与转法轮同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它中间多了个字叫转妙法轮，实际上呢妙不妙先放在一边，就是转法轮。转法轮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着看，佛之教法谓之法轮，佛的教法我们管它叫法轮。那么说教法谓之转法轮，那么佛的教法叫做法轮，如果我们说这种教法，我们叫做转法轮。转是动词啊，法轮是教法，转法轮是说教法，说演说这个教法啊，说教法谓之转法轮。轮者为什么要用轮呢？他上面解释了，轮者转轮圣王之轮宝啊，转轮圣王有个轮宝，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啊，转轮圣王之轮宝，有回转与碾摧之二意。这个轮子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回转，它动啊，它交通工具啊；第二一个碾摧之二意，它还能碾碎、摧坏，它有这个作用。有这两个意思，啊，那么回转四天下，你看哪儿都能去啊？干嘛呢？碾摧诸怨敌，就是这个轮王啊，轮王，我看这意思也是凡夫，他还有敌人。那么他用这个东西呢，巡视四天下，碰到怨敌的时候，用这个轮王把它碾碎，就消灭的意思。那么为什么管佛的教法叫法轮呢？义。啊，佛之教法，他解释了为什么佛用法轮呢？你看佛他管他的教法叫法轮，是不是指转轮王？他听说以后他就熟悉哦，我天天用法轮，我天天用轮宝啊，你管你的法也叫法轮，是不是轮王接受起佛法就很形象、很直接？哦，跟我的作用一样。那么佛之教法，那佛他不坚持自己的词汇，他不坚持自己的用词，哎，我就用你那个轮王。对不对？我就用你的轮宝不就完了吗？转轮圣王之轮宝，他肯定高兴啊，对吧？我是卖壁挂炉的，你说佛要到我这公司来讲法，老讲那个我不懂的概念啊，咱们就说啊，这佛法就相当于你们炉子一样，能够给人间带来温暖。你说我一听这个，哦，那是，我天天就干这个，
所以我接受佛法，我就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平缓，一点障碍没有。啊，你看佛特别恒顺众生，你用什么概念，我就用你的概念来讲法。啊，我们要在这里要学习他老人家这种没有自我的这种慈悲。啊，那么佛之教法亦回转一切众生界，就相当于四天下。佛的教法，一切众生界。大家注意啊，它不是一部分众生界，佛的教法回就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众生界。所以印光大师在《文钞精华录》当中说，佛是乃是九法界，九法界是公共之法，九法界都能学，无一人不堪修，无一人不能修，每个人都能修，每个人都能修成。要不然我逗你闷的，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讲这个，吊你胃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典的这上面的概念。一切众生界，地狱众生能学吗？能。地藏王菩萨在那干嘛呢？不就干那个吗？天界呢？天界没问题。阎浮菩提呢？阎浮提呢？那不就是八相成道吗？啊，一切众生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即现什么身。啊，佛之教法亦回转，回转就遍布啊，一切众生界，所有众生都应该学佛，都能学佛。那么摧破诸烦恼，故辟之曰法轮。那它也能碾碎，也能销毁，也能摧灭什么？它不是怨敌，它是烦恼，所以它用法轮。多巧妙，遍一切处，是吧？用法轮，同时能够碾摧你们，你那个轮王是用它来碾摧你的冤亲债主，你的敌人。我用来比喻，我用这个来碾摧众生的烦恼。啊，转者辟说教法，辟，转者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比喻说教法。转自心之法而依他之心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把我佛所证的这个叫心法，我证得这个实相，是吧？转移到你的心里边去，让你的心也接受这种实相。你看，啊，转自心之法而依他之心，把你那个烦恼的心移出来，把我的正确的心，啊，移进去，恰如转车轮而已。啊，这转法轮。啊，那么法轮呢？我们再不妨呢再说一下，比如说什么叫法轮？啊，佛之说法能摧破众生之恶，犹如轮王之轮宝，能碾摧山岳岩石。什么叫山岳？又高又大的山叫山岳，啊的岩石谓之，故谓之法轮。又佛之说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，辗转传人如车轮然。故辟为法轮，这也有这个意思啊。佛的教法不对一个人，所有人他都能教啊。从这个人可以转达到下一个人，所以辗转传人如车轮然，故辟为法轮，啊，故辟为法轮，这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那么咱们再接着看哈，转法轮的概念清楚了。普喻啊，这个语啊，在这里不念。语叫念四声欲，动词下的意思。那转完法轮，这个请转法轮，他就给个比喻啊。转法轮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一个普遍的下了法语，把法变成语，把法譬喻成语。欲呢，就是普喻，这个欲是动词，就相当于转。法语相当于法轮啊，法语自他沾洽，故称。自己和别人沾呢，就是普遍受惠的意思。沾洽这个两个字加在一起，就是普遍受惠，所有人都得到实惠，得到利益啊。故曰请转法轮。那么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当中的第六就是请转法轮啊，让正成等正觉的佛菩萨能留在我们这儿啊，这个讲经说法啊，转法轮呢可以遍一切众生烦恼界，把烦恼摧坏啊，碾碎消灭啊，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第六啊，第六。这个呢这个殷勤恳请，
那么你看，我们请人家主事，请人家给我们转法轮，你看态度很重要，殷勤啊，这就是情谊恳切。就印光大师说，为诚为恳，至诚至恭至敬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现在佛咱们净空老法师说，为什么好像我们身边没有佛呢？啊，启勋呢也说，既然佛有种种善巧方便啊，又法身又遍一切处啊，随处都可以现身，为什么众生不见佛身，不闻不见佛的身啊，不见神通，不闻圣法呀？那你就来不就完了吗？你既然遍一切处，为什么你不到我这儿来啊？是吧？你让我看看你的神通力量，我不就相信了吗？那你在我旁边讲讲法，我不就受教育了吗？对吧？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？啊，马明菩萨说，因为众生心里边有垢，啊，如镜有垢，法身不现，就和镜子有脏东西一样，所以法身现不出来。啊，心若离垢，法身则现。如果你离垢了，你自然就看到佛身了。离垢，那我们就要问，垢是什么呀？我们心里有垢，所以我们见不到佛。我们的垢是什么垢啊？我们今天在凡夫界，我们的垢就是界内的见思烦恼。界内的见思烦恼就是人我见所产生的贪嗔痴。而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垢，我们见到什么佛？我们就到了方便有余土，对不对？我们见到方便，我们离开，我们在六界六道，我们在方便有余土，我们见到的是什么？化身佛，是见到了啊！因为我们说老法师说，不是佛不来，是众生不想学，众生不愿意学。我想学，你想学殷勤吗？情意真切吗？真的吗？你真不真？佛菩萨知道，你自己可能觉得是真心，在佛菩萨那儿看，他不真心。你不真心，你不殷勤劝请，他就不来。来了也没用，耽误您的时间。啊，您的病啊还没到那个该治的时候，您还得继续搞贪嗔痴慢，继续在声色场所跟这儿六道轮回。等真有那一天，您成熟了，真恳切，真殷勤了，真恭敬了，真至诚了，他自然就来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再特别提出来，我们在劝请佛住世啊，我们希望受到佛的教诲啊，我们一定要殷勤。你看老法师说了啊，他当年刚出家的时候没钱，而且那时候印刷业并不那么发达，他想得到一本论，得到一本经是非常非常难。但是他就发现，每次他想看什么经、求什么论的时候，总是最多最多不超过半年就来到他这儿。你看，为什么老法师就能请来啊？为什么我们不行啊？你就差在殷勤这两个字上。我们也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请了，我们没有那么殷勤啊。所以，那个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，十余年前与徐渭华说，啊，这个学习佛法最大的妙诀是什么？啊，结成尽境，妙妙妙妙。啊，结成尽境，妙妙。他的老人家实现灭度那天晚上，啊，好像是跟了然德森法师说，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但至诚念佛。你看他都加个诚字。我们今天一定在这儿向大家呼吁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要至诚，不诚什么都甭谈了。啊，所以你看，祖师大德啊，包括我们印光大师，通篇强调的就是一个诚。我们还再往后看，啊，这还专门有一部分，啊，讲诚。啊，你看他说，念佛时候如果不至诚，这个妄散乱心欲摄莫由，甭谈。要想摄住妄心，首先要诚恳。念佛的时候泛泛然悠悠然，拿佛不当回事儿，不恳切，不至诚，你没有诚心啊。
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去买房子，是吧？见到开发商，这个户型不多，啊，我就看到我有很多朋友啊去买房子，户型不多，户型不多呢，可能朝阳的啊，400平方米的大房子，啊，格局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一栋楼里头300户，300户可能像这样的户型 ，A、B、C、D、C 户型可能就15栋，15套。哎呀，求我，胡总麻烦你，保一定我让我们先去售楼处说了，售楼处说都已经售完了，啊，麻烦你给我们找找领导，找找开发商的老板，给我们留一套。哎呀，我夫人就喜欢看这个，哎呦，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，哎呀，这一天就给我念叨，我真烦死了。麻烦您呢，一定帮我订一套房子，谢谢您了。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咱也不打折不补啊，2楼3楼都行，啊，怎么着都可以，只要能拿一套就行。啊，胡总，我请您吃饭啊，这个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您这事儿我从来不求您，就这点事儿，您一定帮帮我。这就是殷勤，绝对殷勤，没有比这再殷勤了。拿这种态度请佛，拿这种态度念佛，绝对能成。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殷勤啊，没把殷勤用在正确的地方上，是吧？所以我有些时候看到这些朋友用这样一种殷勤、至诚、恭敬的态度在跟我谈一些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印光大师说，那么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眼见色、耳闻声，我们看到了山河大地啊，我们看到的明暗色空啊，明啊就天亮了，暗呢就天黑了，色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物质，这些有形的物质旁边不就空吗？明暗色空啊，魔侣邪见啊，芸芸众生，魔侣呢就是这个你的伴侣啊，啊你的妻子啊、先生啊、孩子都是魔侣啊，障碍你的邪见，你到哪儿去都说啊，佛是没有的，不存在的，因果是没有的，是吧？这都是邪见。看到这个时候，一定就要说这个东西都在提醒我，这个世界可真的不能待。啊，那么我们那提醒我们，提醒当人就是我本人呐，啊，此处要觉悟，要离开。啊，眼睛。我们的身体接触6尘境界，没有一尘不是在向我们讲法，这个地方不能待。啊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恳切的众生，没有恳切到地方上，啊，全是恳切那些生不带来、死不带去的东西。我就第一个，我想，哎呀，我念佛的时候有他这种恳切吗？如果我有，我一定跟佛相应。啊，我不是说没看到恳切啊，我看到人家这么恳切在干别的，干别的咱不学，这恳切态度我得学到。哎呀，我怎么念佛的时候，我胡浩林念佛怎么就没这个人那么恳切呢？你看他多恳切啊，特别严肃，啊，绷着个脸，瞪着个眼睛，啊，特别就那时候那个全脑子没什么杂念，就这个房子。哎呀，我说当时我要念佛这么恳切就行。这么至诚，就肯定相应。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有一搭无一搭，反正就我一人念到2个小时完事儿，交差了，打发了。啊，不念吧，觉得心里不舒服；念吧，又不认真。啊，但是干起别的来挺至诚，还是挺恳切，啊，所以就是所以这个，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啊，同那。这印光大师说：“佛法别无奇特，啊，从澄净当中求，一分澄净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澄净得十分利益。你说你这你一分成就得一分利益，啊，8个字；十分澄净得十分利益，16个字。这16个字，你这一生能够何担？能够把它做到？”那您说您不就成佛了吗？像这样的开示，在文钞精华录，在文钞里边比比皆是。啊，信手拈来，啊，哪一句话不知道能打动你的神经，你就开悟了，你就觉悟了，你的眼泪就下来了，你的感恩的心就有了。你看老和尚说什么呀？多简单，一分，说，要求佛法实义，当从恭敬中求。
应当在恭敬。我们现在求佛法实际在什么地方求？念多少遍佛号，啊，见了什么师傅，捐了多少钱，印了多少经，磕了多少头，是吧？我在这当中求。当从你看，要求得佛法，要求佛法实意，当从恭敬中求。你说，诸位同修，如果我们真能依教奉行，啊，按照印光大师老人家说的这个去做，你说你多省事儿。这句话语无模棱，没有模棱两可呀。要求佛法实意，说有三种地方可以求，没有。从恭敬中求，一分恭敬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十分利益。求佛法实要从学问上求吗？那要从字典上求吗？要从知识上求吗？要求道要在道场中求吗？要去参加法会求吗？没有，恭敬中求，一分恭敬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十分利益，那这就是您的事儿了。你要想得到十分的利益，你就拿出十分的诚心。那你今天得不到佛法的实际利益，佛法不灵，因果虚幻。很多人说，我学了印光大师说啊，很多人为啊说啊，佛法不灵，因果虚幻，啊，我学了佛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益处，啊，得不到什么实际效果，扇自己嘴巴吧。你能埋怨谁呀？恭敬心没有。只能自己呀、啊，你敢说你学了那么多佛那么多年的佛，你没有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，谁你都甭埋怨，就埋怨您没这诚敬心。你只要有一分成就，佛绝不唐捐，我就跟随你一分，让你得到一分的利益。你只要有十分成就，我一定跟随着你，给你十分的这个利益。今天我们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我们发现佛完全随顺众生。您没成就，我不打搅你，我成天在你面前呀，你得恭敬我呀，你得学我的教法呀，你得真诚啊，你得至诚恳切呀，这就不随顺了。你看佛完全恒顺众生啊，随喜啊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学了这个随喜功德嘛。那么你有诚敬心，我绝对跟着你走；你没有诚敬心，我绝对顺着你没有诚敬心在这等待着你。佛不渡无缘之人啊，缘分一来了，我一定随你这缘给你教育。所以殷勤劝请，只我们劝请，我们特别希望佛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特别希望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，我们希望有老师啊来到我们这边亲自教我们，有合适我们的经典来引导我们啊脱离苦海，那您就得殷勤。请不行，得殷勤的请；学不行，得真诚的学。哼，一分诚敬，诚于内而敬于外。啊，诚讲存心呢、啊，敬表示礼仪呀、啊，啊，诚于内而敬于外。所以大家要注意到，就是我们说佛不是不灵，不灵在我们这边，我们没有诚敬心。所以念佛的时候一定要诚敬心。为什么？印光大师说得很清楚，佛法是干什么的？佛法是让你出生死成佛的法啊。这么大的利益你都拿不出诚敬心，您都不认真，您都不当真，您都不恭敬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世间法要成就啊，诸位同修，尚且离不开诚敬啊，更何况出世间成佛之大法，离开诚敬可得乎？能够得到吗？是吧？你看我们在世间，你说咱们要办点事儿，你像我是做买卖的，是吧？跟客户谈，你没诚敬行吗？你看我们提倡敬业，啊，对客户要有诚敬心。”是不是、啊、客户是上帝，那就这法。世间想干成一两件事儿，尚且离不开诚敬，那么成佛之大法，了生死之绝妙之法，你能不成而你能不诚敬而得能得到吗？这印光大师说，这不如痴人说梦吗？迷中被人，这迷法没法再迷了
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得不到佛法的实际利益，我们今天啊念佛功夫不得力，我们修行没有成果，就一个问题。有第二个问题，印光大师说，一分澄净得一分利益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能得一分利益？没有，就是澄净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查身体的好方法，检查自己修学的好坏。检查自己修学到底为什么不得力，没别的，就是澄净心啊，有它就有力，没它就没利益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不用问别人，印光大师在说，此事不用从别人嘴里讨说法，不要从别人嘴里讨说法。哎呀，我为什么学习不得力啊？啊，我为什么好像老是解决不了问题啊？不要从别人嘴里讨个说法，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文钞净化录，认真的对待老和尚的这个经文钞，所有这些文钞全是这么实实在在的教育，全是这么一针教学的、一针见血的开示，全都是这么样让我们能够得到实际利益的这种指示。只要我们真学，只要我们学进去，只要我们真在生活当中做到，没这太殊胜了。你得看多少深经奥论，你才能悟出这么点道理来。老人家60年阅经，你想60年的积累，10年写出来，老人家何等人啊？他写出这东西来，那都是那就一个废字都没有，用这个。用这个圆影法师这个叙说，语无重建，就没有重复的啊，语无重建啊，这就绝了啊。弘一大师说，300年来一人也，岂突然哉？能白说的吗？这话，弘一大师何等人也，他能说印光大师300年来就这么一人？开玩笑，1940年人走，往上推1840、1740、1640，到1940，300年一个人，印光大师。我们今天不拿他当回事儿，我们今天不学习他的文章，那您不是放着珠宝不用吗？怀中揣宝，但是就是打不开啊。我们继续往下学。啊，我们第六条，请佛注释啊，请转法文讲完了。第七呢，请佛注释。请佛注释呢，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先念一遍啊。七，请佛注释，为诸佛菩萨声闻缘觉，诸善知识，将欲入灭。我昔劝请，久住于世，利要众生，故云请佛注释。前面第六请转法轮，我的理解哈，是他活着的时候，啊，他没准备灭度，那我们天天要殷勤劝请。啊，佛怎么会灭度啊？佛不生不死啊，只要殷勤劝请就来，啊。这讲的是什么呢？这讲的是什么？这讲的是我们心中的佛，理性的佛。啊，这第七呢，真有一个化身佛，真有一个声闻和缘觉，啊，真有具象的善知识，因为他要实现灭度嘛。他已经有生了，就是我们六根能接触到了，所以他才有灭嘛。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？所以他说将欲入灭，就说明他没灭之前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前面第六未必，你只要至诚恳切殷勤劝请他就来，感应道交啊，或我们看起心论，或变成有情，或变成法来到你这儿，有情无情来帮你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接触到这本书，
你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碰到这个人，这都是你殷勤劝请来的。你把没有给变成有，这是第六，请转法轮。没有人转法轮，我殷勤劝请让他来给我讲，是从一个没有的状态变成有，这是我的理解。第六，请转法轮。第七，什么已经存在了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啊，像我们今天净空老法师，他已经在这儿了，已经在这儿，别让他灭度啊，别让他入灭啊，让他延续着。所以第六是从无到有，第七是有要时间长，那么第六从无到有要殷勤劝请，第七呢，你看我昔劝请啊，久住于世，利要众生，故云请佛住世。啊，我们在这看到入灭，就说明它已经存在，只是没入灭而已。那我们就要让入灭的时间越往后拖越好。第六是根本没有，我把他请来。换句话说，第六是把客人请到家来，第七是劝着客人别走。要没有的请来，来了别走，就这两句话。第六就是没来的我请来，第七来了别走，这是两大愿望。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，有几个概念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把这些概念理清一下啊。第一个叫善知识啊，第一个叫善知识啊。劝请啊，先讲这个术语吧啊，劝请。这你看在这里边有劝请，我们查大词典，转法轮请佛住世等也啊。劝请就是让佛讲法呀，请你住世啊，叫劝请啊。那么劝请者为什么要用劝请这个字啊？殷勤之至意也，殷勤的到了至意的程度，至就是头啊，南京至北京，到了北京到头了，至意就是这个诚意已经到了头了，在此之上没有另外的诚意了，诚意到头了啊。殷勤之至意也，殷勤的至意啊。那么将欲入灭，我昔劝请，久住一世干嘛呢？利要众生。那么这又碰到一个词叫利要，这个利呢，利要就是利益与安乐也。后世之益曰利，对后边人的叫的好处，益就是利益，对后世人的利益称之为利，对现世人的利益称之为要，利要。那这个太伟大了啊！如果我们不查这个词汇，我们说利要众生从嘴边划过，我们要查了这个词汇，我们知道哦，这个利要讲的这个意思可不是我们现在，其实我们心里没意思，我们碰到利要我们知道什么，反正就好处呗，利要众生呗，模模糊糊，不清不楚，不了然于心，了就是彻底的明了，在心里没有。那你通过查字典之后，哦，这利讲的是后世的利益，要呢讲的是现世的利益。那我们请佛住世是不是既为后世的利益考虑，又为现世的利益考虑？如果佛不能给我们带来现世的利益，只能带来后世的利益，那就不能用要这个字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透出一个意思来，佛请佛住世，佛能给我们带来两种利益，一种是后世的利益，生死以后的事，再一个你活着的利益我也能够给你带来。这个地方不简单啊，你要不通过查字典把这利要两个字查出来，你不知道佛能给我们带来两种利益，换句话说你不清楚。所以佛他为什么厉害，为什么我们要恭敬他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佛，现世的利益能得到，未来的利益也有啊，他利要众生啊。所以学佛为什么这个印光大师说是莲池大师说的吧，
啊，学佛念佛啊，啊，念佛是大福大德、大智大慧、大圣大贤的构道。你说谁不想要福德？谁不想要智慧？谁不想成圣成贤？干嘛？学佛。为什么？你看，请佛住世，利益众生。哪个众生不想得到利益？那没别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想利益，想得到利，想得到药，我们干嘛？我们今天求知识，求金钱，求官位，啊，求这个求关系，都求那不该求的，都请那不该请的来到你身边帮助你得到利益，得到了吗？都得不到，只有请佛住世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，利就是未来的利益，要就是今天的利益，啊，所以请佛住世，啊的目的不是说我叫你来干嘛？我为什么要请你啊？来利益我们这些人，啊，后边呢还有点概念，第七条今天没讲完，我们下次再接着讲，谢谢大家。